今天的行程是就是到京都，超级安静，根本就不敢讲话。但是刚刚去龙神寺买了鸡肉串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下鸭神社。下鸭神社是我姐推荐，她觉得下鸭神社跟和合神社，它觉得里面就是非常的美。然后和合神社里面是有超级无敌大的森林，就是它上次跟波波来是还有微微的枫叶，现在没有了。但我们就想说不要去，就是太多观光客那种金阁寺、银阁寺什么的，就可以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今天是用公车券600元。 很定哈，原来日本也是12生肖哎，猪年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他们也是属牛虎兔这样，超酷的，超级无敌大的鸟居，哎，还不完。 在这，哇！来到这个乌龙面了。 今天好玩吗？还不错啊。今天从昨天的环球影城突然变，今天执行之旅。悠闲。而且就瞬间觉得怎么脚有点抬不动的感觉，因为昨天脚实在太酸。假装日本人在散步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还去书局看书，手之类的。Oh my god！还有，我带水去买的。 ゆっくりし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。男友。ごめん。<笑> <笑>有对焦吗？好美的，<笑>好苦啊！<笑><笑>一家产。Blue Bottle踩点成功啊！男友有没有觉得这边是网美地？ 刚刚我跟你说，每一个女生一拿到都立刻在墙壁前面这样一直狂拍，完美集散地啦。这边就是反正你台湾想得到完美咖啡厅，这边就是一个日本的完美咖啡厅。哎，我现在跟我男朋友自拍了。清水寺的艺伎店，我每次都叫它艺伎店，因为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清水寺的夜景，好美啊！ 人也太漂亮了吧！<笑>我觉得它是寺庙里面的林志玲。嗨，京都塔！哦，日本街头超美。太累了，我走到脚刚刚真的抽筋，开始一摆一摆。然后我们就到那个这个卖电切椅，我发现一整排人都坐在那个按摩椅上，所以我跟男友就也跑来。 他只有按背，可是我有按脚，超爽！瞬间就觉得 OK， 我现在是整个人在曼谷，是不是好开心？超酷！
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楼梯耶，怎么变成一个 LED？ 然后，哦，好酷啊！蜂蜜，没有 custard， 就蜂蜜。不是啊，迟到一月限定的松骨泥，哎，不对，是 waffle。我们现在要去找利久牛舌。干嘛？告诉你怎么吃吗？对啊。这是普通的牛舌，这是极品牛舌。来，我快点立刻吃一口。这个，我吃完。好吃。因为感冒了，所以我们买了这个。大正制药的修复疲劳的东西，想说喝喝看看精神会不会好一点，希望他不要跟着。欸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大正制药？大正制药呢就是这个，就是噔噔，有来日本人都应该买过这个感冒药吧。这个在感你觉得自己要感冒之前用真的非常好用。欸，没有麦克风，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，因为麦克风在来日本的飞机上被我弄坏，怕被男友瞪。哦，是香的啦。我觉得一定很难喝，不好喝，但不臭。哦，然后我换成平底鞋了，你看不看？我刚刚穿了那个跟鞋走了，从十点走到四点，哎，很厉害了。现在换平底鞋哦。就是，请问大家，你们有吃过温蒂汉堡吗？我刚刚看到温蒂汉堡很兴奋，可是我男友居然就是一脸想说，啊，谁是温蒂？温蒂汉堡啊，你们没吃过？我不知道谁是温蒂。傻眼，做的超精致的，而且你是要勾到它上面白色的那个洞把它勾出来。这个是花木兰，然后那个日本男生在弄那个 Elsa 的妹妹安娜。他们没有，还有要挑战帮我把 Ariel 夹到手，虽然我根本就没有特别爱 Ariel。车再过去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Thank you.
第四天就已经很不舒服了，然后第五天早上更是全身酸痛，然后喉咙几乎讲不出话来，手机还掉在饭店再回去捡这样。然后来上飞机前呢，就觉得自己发烧，在飞机上面就是吐到一个醉生梦死，所以现在这个状况都是勉强拍的，所以其实最后一天几乎没有任何画面呢。日本行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日本下次见，我要赚钱再来玩，拜拜。